We're happy tonight,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.
猜吧，又换了一个新造型。其实呢，他们的衣服都很好看，然后颜色也是这种属于比较饱和的颜色。当然啊，他们的衣服没有像这么辣，这些这么辣呢，全部都是经由我经纪人神奇的巧手才把它变得这么辣。不然其实你们可以看到，像很多人他们穿一般的 T 恤，反正就是很好看。我们到点了，可以去钓鱼了吧？走吧，难得这么辣，也要钓一下吧 ，Go Go！今天呢，基本上就是人到就好啦。那我们的肝呢，也都是由 Wave of 他们准备的。现在呢，谢爸在帮我们绑线。对 ，Okuma 的。哦哦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真的。他流血怎么都没有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欸、有吗？怎么办？哎呦呦呦，流血也有，也中了，也中了，也中了。不然放那么下面。有有有，我这边也有。你他没有嗨卡没关系，有事情找热。对对对对，现在比喽。喂，马浪来了啦！马浪，马浪，哇！哟，马浪，哎哎哎哎！哎，流血，我看，流血了，掉了，掉了，掉哪里？掉下去了。Oh no！开壶居然掉，什么东西？你把它来一群的来，好伤心哦！还有还有还有，放鱼啊！有了，还有嘞，还有嘞！我的鱼嘞，出来玩啦！姐，有了有了有，这次真的有，明明就有！哇！是，为什么出来玩呢、啊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！对啊，还有点餐。你在那边钓鱼，你鱼一拉上来，然后就可以请人家帮你钓鱼，这是一件非常斯巴拉西。就是会钓鱼的去钓鱼，不会钓鱼的就在这边等吃的。对。那我刚刚没有钓到鱼，但是有肉吃，也算是个安慰奖。没事的。开动喽！哦，你没有给观众先吃。好好吃哦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来，观众先吃。好吃哎！这可以拍照哎。对啊。是不是应该帮我们拍一下？好啦，今天这样没有鱼钓也 OK 啊。对啊。舒舒服服啊！要开钓喽！熊熊在晕了，你在晕了？那你看天空，让我好一点了，好一点了。因为刚刚去上厕所，要看暗，看天空，看天空，要看云啊那些。对，看云啊什么的。就你不要被他晃。熊熊来打 ASA， ASA 是什么？就是诱饵，就你的兔就可以当了。啥饵？大家会感谢。好，你们先不要讲，让他走。啊，这声音好幼鼠哦！为什么收干了？换位置，换位置。还要睡觉。要嘴巴张开。没有开。钓鱼钓到睡着的女子。手酸了才说要给我钓。这没有钓鱼，至少有钓对吧？哎、欸，哦，哎呦！什么都没有的感觉，来宣传我的新生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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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厉害厉害！哦哟，甜美小天使，真心真意呢，真心真意。哦，对，真意啊，真讲真心话，她是很好相处的女生，差一点走入歧途的，就是跟小钟闹 CP。哎呦。没有啦，只是朋友，只是朋友。这么不挑、哦啊、小聪哥有看过这一本吗？还没，还没、啊。对对 对，拿给他看一下啊。这要看，这要看。他是唯一一个跟小聪哥在节目里面，我直接给他们看扑克大师的。哦，对。结果呢？你们居然敢？结果可怕。扑克大师告诉了我，他们两个之间
我不知道的秘密啊，其实还蛮准的。好了，先坐了，先坐了，先接了，先接了。哦，吓死了！不过他是好可怕，那个不能乱讲。他是告诉我传递的这个讯息给小钟，也给他这样。对，我跟小钟哥讲完以后说啊，真的哦，很有趣，瞒不住。感情的台词哈，大家都是尔虞我诈喽。好特别哦，这么长的，哎，好可爱，哎 ，Kelly 嘛，他叫 Kelly 嘛 ，Kelly 嘛，羊应该是安全的啊，啊 ，Kelly， 哎，他头上有角，哎，对对对，哇，他脚还有温度，哦 ，Kelly 是你啊，可以这样，米可白，这个才是米可白啦，哦，米可白，好可爱哦，米可白，米可白，我决定明天开始叫他陈汉典，这个台湾听说只有这一只啊。我们有八只，我们是台湾第一个进口的，从瑞士那边进口。哦，这个在瑞士啊。我之前去拍 MV 的时候，就是一满山爬的这个哦，都是黑面羊，对，超可爱的。而且看到它的眼睛，哎，它眼睛在哪？它眼睛在旁边。有眼睛吗？就在里面喽。眼睛是黄色的，这个是不是？这里是它不是眼睛是方的，瞳孔是方的，它的瞳孔是方的。哎，它很温驯呐，它很温驯，而且它很亲人。点点在干嘛？很撒娇。对呀，黑面羊哎哈，我们只听过黑面菜。哎哎哎，黑面菜卖杨桃汤的。啊，那也够巨啊，那好可爱。它这只大概多大？一岁多，对，这个要引进来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是，很辛苦。当初我们老板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，然后才把它引进来，而且它不能直接从瑞士进口，它还要再转到捷克去，然后还拜托捷克那边的农场帮我们雇3个月，等我等那个执照下来，然后才又引进来台湾。哇塞，前前后后大概要花2年，其实没必要哎，就找一个白的，我有其他，对。不行，美那个美容院他们有在染啊，没在啊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一种狗有没有？他明明就这个就好，他把它染到彩色，有这种，有那个很多马尔济斯都被染嘞，不一样，那先不要了，不要这样了。这个他这个脚不会敢打，他们是很温驯的，他们不会，他但是他们羊跟羊之间会互相斗哦，对，他们会拿。那在他们羊的世界里面呢，他们这个脚如果长得越高的话，代表他们的地位越。地位越高，所以他的地位还要下垂，对啊，他是有点往下，所以他常常被欺负，好可怜。然后他中间这里啊，中间他是没有头盖骨的，他直接就是鹿角，对，所以他会跳起来，两只跳起来，然后头对头互相这样顶上去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要养的，他真的是胖胖的。来来，你们喂羊，他有点你们喂羊哎。喂羊的时候就是要帮我注意一下。好有爱心哦，你们多喂一点好不好？喂羊的时候稍微帮我注意一下那个梗，不要给他吃。有人会看羊吗？梗不要给他吃哦。对。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，他这牙齿其实蛮有力的，对，就烂了，嗯，他都不吃，他们只有他的，对，怎么讲啊？不是吧？什么意思？他会判断，来来，弄虾也弄虾，哎呦，对，勾出来，勾出来，来点羊，因为他是公的嘛，对吧？替下公的啊，那当然。你看，女生看到这个就疯掉了，真的，而且她穿的非常非常的有诚意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太短了，对不对？满汉全席嘛，我看到就好想跳舞，哇，国标，在去年啊，澄清了争议啊，跟那个乔聪哥他们有闹了一段小小的 CP， 宪哥有办法用那个Poker Master 算过，不然戴尔应该跟钟哥也有啊，都有，因为他现在就像一个打翻了的搞固桶，到处插斗，亚亚，对乔聪哥感觉怎么样？很照顾人啊，很照顾哦，这就是直接的玩具。未来有希望吗？未来有希望吗？看看了，又再度打人卡，好，过年说些好话嘛，就说哎有机会，快乐啊，就对，哇，第三度，小聪哥，大家这写真就看看哈，不要再没风度，不要紧张，不必彷徨，还有一年慢慢的讲。
这一首当年很红的乔峰歌，哇，非常，我跟小虎队一起合唱，对啊，红的不得了的，天，好听的一首歌，忧欢派对，爽啊，怎么这个？就没有看过小猪露营那么开心，开心啊，笑到合不拢嘴，因为他之前的笑到有一种带你工作的成分，但今天没有，哇，真心的笑，他没开心，你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酱也要，酱也要，欢迎你们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身为一个艺人，我们就是要创造最高收视率。没错没错。当然，今年我们跟往年一样，肯定收视率是第一名的。不过好还要更好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好不好？我要求他们两位可以拥抱一下，深情用力拥抱，收视率就飙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戴尔还有跟曾毅老师两位，深情的拥抱，用力拥抱。高呢？这个是地。对啊，他在抖了，他在抖。所以我这样，我这样可以了。被子脚要举起来。举起来。举起来，这样。然后腰放低一点，这样子。对，你的人也要低一点，因为这样才能，因为这是地啊。然后不要闪到腰。哦，这样可以。对 ，OK， 好来。三，哪个结果？快一点。我快不行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记得摄影机哦，我还没办法，还没拍哦。哇，等一下，我不行了，啊，不行 ，OK 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办法，我跟你讲，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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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可爱了，不是，他好夸张啊，他后来跑到我拍不下去，你才抱一下就倒汗了，给他吸汗汗，他那么轻，不是你抱看看。